咱想诶，我着去找画家来配合。啊，这郑成功的诗，啊，这乃木大将军，日本的诗人，大将军，你看了实在真凄凉诶。哦，山川草木转荒凉，这建军必须建军，十里先锋新战场，迄、那个舰艇你看卖咧？哦，啊，征马不前，粮不移啊，马都唔往头前去行咯。人那讲会出来，都唔惊嘛。啊，金川城外立斜阳，遐见啊，都是光荣啊，要起来。看来有通看到夕阳西下呢。乃木是哪一个年代？50年前。日本时代。我现无遐在日本的字典去找，我才安尼找一个。啊，这是用观音作对。观音的作对。我这样鼓励的，阮遐炮火兄弟，这这阵子拢在鼓励炮火兄弟。六祖，六祖讲这是真有道理啦。天堂就在眼前啦，修行看安怎要安怎修啦。啊，这是英文的。实在不一样，我们要懂得一点英文，哦，那是鼓励啊！这学生啊，讲你唔通干来遐中文，爱嗨咯。68岁，我才搁开始也别来学写英文啦。我那人哦，讲可以了，可以学了啦。无一只，做我一只。一看讲啊，ABC 安尼过了也差不多啊啦，吼，啊，得正开，啊得，哦，四体拢爱下咧。哦，啊，唔要想讲哦，啊，杜甫以上，这拢熬人嘞。这真正讲。休息的英文翻译。这迄个一个香港的老师翻呢。啊，这咱这迄个万和法师翻呢，星云大师的迄个《菜根谭》来滴。哦，万和。嗯。万和法师就对啊，咱师傅啊。万和。万和是不是？哦，伊翻译足济哦。李商隐，啊，这还行，啊，这写大字，哦，数，数，这大字写，哎，这我写，这写字的是用正手放下，你看他，我写对啊，你看他怎么写的，哈哈，写毛笔的，我怎么，哎，那个小老板，来，小老板，一起吧。来，夫妇同寿。不好意思。两个坐一起。没有这样子。两个一起。对。刚好把那个也挡住。应该是以字为主体啊。我插嘴一下，这个人家说那个字如其人哈，你看这个正宗。我老福相啦。我兄哥写较散，我写较大方，我兄哥加我两回，我对几回呢？对也袂对，我就阮老爸叫我换，我安尼换好圆呢，哦，拍出来你就拍好正呢，安尼咧，哦，啊是字头你就安尼换好咧，所以我也袂对无吼。我到二年，阮天有老师教嘛，我就也念毛笔，我就也会晓写字啊咧。所以一直要求，一直对外要求，就爱要训练我出师。阮老爸呢，阮老爸会写细字，会当写新书牌啊，我拢咧掼迄个卡棒，这也会，掼迄个文房书吧，安尼迄个，啊，着红古圆啊，同时啊，迄阵拢嘛着爱，对吧？所以新书牌啊，拢红古圆啊，着掼着，我着掼过，互阮兄哥大姊吃。所以把替我外口，我着爱多爱写字啊。在什么所在？嘉义布袋。好，布袋人啊。新厝村，嗯，师傅，这个万和师傅是对啊，我无来。万和法师。万和法师是对。哦，这是山顶。啊，我无来还没熟悉一个哈。哎，我写足是北这路兼英文。伫咧山顶。山顶好，我再来迄路嘿。在萧先生身上是看到很多，我们因为常在教育界里面，对啊，很多教育的实践嘛。他从小，父亲就是家庭教育哈，家庭教育呢，就是我们重视说要家庭的，那家庭教育上面是做到了，然后也常鼓励，他就是常常受到鼓励，所以他的
其实在他喜欢的事情上面努力。这酸爪哪会伤呢？这就是新竹一个迄个屏东人。过年叫我就来写春风给你，伊做印刷的。我写春风，我讲你来印一寡只，阮只同事好，就去印啦。伊就做印刷来赚钱。我讲无你来印上后山保护楼，这就是台湾，这视频特别印的。这这就是陈世华迄个画家画，这是报名拢唔是纸哦，这张报名咯。这我遐真侪拍啦，遐无时间来写这遐报名。这是福利双手，下手左手，来两手，所以来我拜咱下一回，拜咱来写，写来二遍。这经书吼，对新竹开始运气啦，八十年服务，对84年规个刻刻，安尼开始运，一当一定爱运一波，已经运起了。15册25铺出来，干那这个文明经吼，这铺经书吼，足足写要3冬半。拜六礼拜困伫办公厅，倒来都用着写，用着写。这张若写，只有6张版面呢，6张若着，这张若写这字唔对吼，这张就差不多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就20分、30分，这张版面就无啥，无用的研究啊。你只有看到这个输赢咩无？对唔对？卖讲啊！我们那人帮忙啦！以前那讲诶，这印这经书，我那爱有烟啦。我办公厅吼，迄阵，讲工友啦，师傅员啦，伫报告总队，我写好车，伊就去校队。我写好第一个队，伊第二个队，第三个队，就人机数，就是着阮。同修的一定要第4个对，爱对。我咧注音，我70岁啊，注音我就读波波木，我那会记起波波木。实在真费事，偏讲这个心，吸引心好，我就去读波波木，安尼读吸引心。那我头看这边，伊讲较慢吼，较慢，你要倒数吼，这你的代志啊吼，你倒数，我就下到遐用，伊就去做啊。那无我外头，真正我呢。我若住一跩，都住4、5跩，慢啦，个人的专业啦，这早期啦，后壁就较无。这样吼，一寡退休，这一寡我老师教师做啊，那么我这一半还啥物，上届只2冬半呢，无阿少呢，这10几年吼，用着咧写，所以人也请我食饭哦，我伫新竹做警察局长，倒来报告总队。